HUD 多功能抬头显示幕可在挡风玻璃上投影各项行驶资料，包含导航路径引导及行车辅助系统运作等资讯辅助驾驶。请务必确认显示位置及亮度，并避免一直注视，以免影响行车安全。于多功能资讯显示幕设定选单中，选择 HUD 功能，可进一步设定位置及亮度。于显示设定中，可进行转速表切换及开启多项显示资讯。最后，可进行 HUD 显示角度的调整。